在视线右边看一下 Kibo， 握一下手，跟 Kibo 握一下手。来，全哥视线左边。左边右手边，右手边。老曹，右手边。好，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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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不好意思，他想料到会这样。前有参与这部戏，就是上一个版本我有参与演出，然后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然后那个时候是国修老师最后一部戏，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也知道他的状况，而且那时候这部戏还有到上海演出，所以我们也都跟着到上海。这部戏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只是我那时候因为年纪小，所以我一直不懂得老师戏里面的就是很经典的那句话，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我现在也长大，然后也成家了，我每一次想起这句话我都觉得好伟大，可是我年轻都不懂。所以我今天其实今天要来，就是来之前跟月姐通了很多讯息，然后我也跟她说我很激动，然后她也有跟我说她排练的过程很辛苦，因为她有很多的回忆这样。我希望今天带着满满的回忆，然后祝福这部戏演出顺利，一定会很棒的。我不会看到落泪。我觉得我等一下一开始可能就会很想落泪了吧。有点感动。嗯，因为就好多好多回忆，我们那时候对经历的整个过程真的很棒，这部戏真的真的很棒。然后是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老师的作品，然后真的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因为经典的东西真的一再重新演出都是一个很棒的回忆，这样。其实我都不敢看的，因为其实我每次只要一想到，以前在屏风，因为我在屏风大概演了三部戏，这样，只要一想到以前的过程，想到老师，我都会很难过，因为我都觉得我好像当初真的太年轻了，然后应该要再跟老师多多学习很多，不管是演戏或是做人的道理，这样。然后但是当初很多时候只是想要觉得体会一下演戏的好玩，这样。对，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很对不起老师，也许我没有表现得很好。对，谢谢。好，谢谢，谢谢小恩。因为我们机器在这边，所以你要再靠边边一点，比较不会挡到。我知道，哦哟，我刚刚想说我刚好手好酸啊，可是声音会不会太小声？我越拿越远。
可以接下来跟着。我觉得他应该是业务，是吗？业务部，因为我们文字记者没有看。对，搞不好真的是业务。还是说他之前是谁上？不好。
问你们呢、啊？没关系，这边应该可以。好，哎、欸，要请，哎、欸，这样，我来，我来，刚拿两，没问题，给我，谢谢。还有没有？要不要更好？还是声音？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是心灵，大家好，谢谢。很开心姐今天来看星星怎么样？之前还自己亲自参与过。有，其实京戏的第一版我有演到，就很幸运。记得那时候国秀老师就是都是手写稿，所以我们都是在排演场等他的稿子，说哎今天第几幕出来了，然后就收到热腾腾的稿子，然后就是边读边流泪，因为阿北都有很多很经典的台词，比如说什么人生就像剥洋葱，越剥泪越多。还有就是最经典，就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然后那时候有听月姐讲说，就是阿北每次写剧本的时候，因为他都是半夜写剧本，所以他很可爱。他就是他说他的垃圾桶全部都是他的稿子跟卫生纸，只要写的不满意他就扔掉。然后卫生纸是因为他在就是其实是讲爸爸的故事嘛，像女儿红就讲妈妈的故事，就要再回想起那个中华商场很多事情，就是很多是就是热泪盈眶的。所以我就觉得哦，我们收到那个热腾腾稿子就很高兴。那真是觉得。看到京戏重演，而且是月姐演二大妈，因为以前二大妈，譬如说丽英姐有演过，黄嘉晴有演过，可是月姐就是比较就是在旁边插科打诨这样，没有真的进到京戏。可我觉得这个感觉更妙，就是月姐自己演的二大妈就那么重要的角色。那我觉得好像借由戏剧，好像可以看到国秀老师小时候的样子，然后好像可以跟他的故事，然后跟他的生命有点重叠，觉得好像在同一个地方有同样的气息，觉得好像是。最接近老师的一次从哪里开的？嗯，对，就还蛮，我真的很期待来看这个戏，非常非常期待。而且小平导演也是那时候他在里头也是演一个角色，对，就是演一个就是常常被打的角色，就是李秀国小时候，对，然后这次他变成自己当导演，我觉得他也有很多新的想法。我们那时候被这戏抄到不行啊，我们还演京剧，还真的演京剧，然后快速要在五秒之内要换装上演那个什么，智取威虎山，所以后台都平平凉凉，但是可以演到这个戏，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它太经典了，它真的是国秀老师毕生的心血，对，应该会吧，我还蛮期待的，对。我其实都一直啦，我觉得我们这些学生都一直，包括譬如说。就是老师的，如果说忌日快要到，然后陈诚哥就会先吆喝大家说，那一天空下来，大家一起去看阿北，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去看阿北，然后在那边就大家一起拍个照，可能六七十个人跑不掉，然后就在那里就是会阿北话啊，然后或者是跟阿北喝一口啤酒这样子，对，就会觉得就很谢谢我们被这样的大师滋润着，然后照顾着。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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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 ，test test， 我是陈红，大家好，声音可以吗？哦，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觉得能够再重现经典，京戏启示录其实应该算是舞台剧当中，国秀老师他自立门户当中最受欢迎，而且在国秀老师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最后。
我记得在巴德路的体育场也做了一个户外演出，所以那个都有参与。我也没想到事隔多年还能够再重新在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殿堂来看到这一出经典的老戏。我觉得我已经60岁了，然后我就鼓励更多人能够带着现在还能够动的父母亲应该要来看这出戏，会穿越时空回到少年时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穿越，就是回春，所以看这出戏对长辈来说是最好的一种孝亲的表现。鼓励大家除了阿红上菜之外也带大家来看京戏启示录。谢谢谢谢他可以，他可以。来 ，Q 一下 ，Q 一下。靠近一点，靠近。来坐这边，两位。好好好。拍这个哈，中天，哎，来帮忙拿吧。来，一二三，三二一，来，亮哥，来，很高兴亮哥今天能够抽空来看我们《京戏启示录》。听说你已经看过了数以千次。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上一次看的是国舅老师还在的时候，他最后一次演出的时候我也去看。对。那因为我是第一次看，我充满了期待，我昨天的心里面呢就非常的澎湃，因为我觉得这个好戏啊一定要亲自的去经历过一次，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虽然有时候公司有点繁忙，是，但是一定要来感受一下那个拍八点档比较累一点，对，这个感受一下剧场的魅力跟这个整个戏剧结构的张力，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飨宴。我之前看过那个国舅老师那个版本的时候，就印象蛮深刻。是啊，是好像他那个时候，我看完那个又看《女儿红》，就一个是写父亲，一个写母亲啊。这一次是因为自己好朋友屈中恒也有演嘛。是是是。那屈中恒就是很贪心啊，就几个大的剧团的所有的最重要的戏他都要参与。对，一直我们一直不好意思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对啊，因为所有的好戏都被他演走了。对啊，所以我们只好流落到八点档去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他的压力应该很大，我觉得他的压力应该很大。对，他现在跟我在排另外一个。还有啊，哇塞，你们两个人占据所有舞台剧，你看你这戏至少演了50几出啊，你什么时候要退休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有演2-3个。哦，是啊，对，两三个。但是演三个，但是演的好快要1-200场，对对？我们这个年底也要推出一些舞台剧，我们就先不透露。但是今天，先卖个关子，所以这个京戏启示，我觉得。所有从事表演工作的应该都要来涉猎一下，蛮感人的一个戏啊，看完就是这个心理的那个起伏蛮大的，应该要带个卫生纸进去吧，应该是会，应该是会哦，哦，那我回去我想去买一下。我看那个时候版本，那个是黄家千演那个老婆婆那个时候，是哦，她光是背影的那个我就觉得有被触动到，所以今天的老婆婆是谁？我不知道，我就来看你才知道。哦，你也不知道那个谁？哦，那这还蛮好的哦，哦，太多的那个哈，对，好，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到右边。都会帮我庆生，对，但是就今天他刚好在台上，所以我那时也在思考说到底今年生日要怎么过，想说哎，那不如就可以看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国秋老师的剧作，旷世剧作，然后跟大家一起庆生。我觉得这个低调的方式，然后用实际行动去支持，我觉得好像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庆生的方式，对啊，所以就选择说那我一定要看首演这样子。没有哎，就是真的很不凑巧，每一次都没有缘分看，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冥冥当中就也是一种安排啦，对啊，所以就想说那就来看首演这样子。有，就是因为刚好那个曲哥嘛，然后我们可能会跟他聊聊戏啊，然后张勋杰现在在停车当中，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今天也算是一个很快就过了一天，但我觉得很充实。譬如说我刚刚在整理我头发的时候，张勋杰还在旁边当护花使者啊，然后还送蛋糕啊什么，我就觉得我们又可以一起来看这个戏，然后甚至可以在戏后还一起来讨论，对，就觉得还蛮幸福的。嗯，好 ，OK，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来宾，今晚的节目即将开始，请您留意时间，进入入座。此外，只要能够呼吸，没有中场休息，直到集中火力行动。出了教室门口就摔了，平面刀都摔了一大跤，所以我整个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就是脸受伤的这么严重，对啊，但是还好就是我就很密集的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哦那个复原的还算不错，但是因为现在有点看起来有点可怕，譬如说腿啊什么，我就觉得不想吓到大家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哎还是先封起来好了这样，就没有缝，但是整个就是。大破盖，就是整个是下巴鼻子是降在磨地，然后对，就水泥地，对，所以就是想说，天哪，今年的生日其实没有那么想过、啊，然后好险来看戏，让我整个心情就是平复下来，因为看好朋友在台上演，还有月姐也要来支持，小光耀哥、耿宇姐，然后特别是结束，我们还可以再额外就是剩一点点时间来聊聊戏，我觉得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这个就算了。现阶段就昨天晚上睡前终于可以贴人工皮了，不然之前一直是人家以为我去就做什么手术，整个都包纱布都包起来，对，肾组织呀，然后你已经分不清楚到底那是脓，反正有点血肉模糊，但是还好，现阶段我觉得今天看了大师的戏，应该会有看有保佑这样，对啊，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
因为这礼拜就要开始工作，下礼拜也是，所以一切都在轨道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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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康复。过来。